最近身体情况不是特别的理想，因为在上海的时候那个拉伤了一下，然后这次来这个多伦多之前刚好又感冒了，然后发烧了，等于说差不多有5天的时间吧，没有时间练球，没有时间碰球，所以其实坦白说这段时间的这个手感是有点下降，然后身体的状况因为生病，然后又因为这个没时间练肌肉，所以说其实没有达到我预期的这个水准了，我觉得对，所以说我更多的是在尝试这个外线，对，因为这个如果身体不太行的话，突破内线恐怕是会很困难，所以如果能够用外线的这个投篮方式来多得分的话，应该会好一些。当然，其实现在的这个准确度也是一般，可能多助攻一下吧。对，主要的影响就主要就是因为太久没有长时间的打球了。然后在我这段时间练球的同时，我加了这个力量的训练。其实，在你有一些重要比赛或者什么的时候，是不应该那么紧急的加力量训练的，因为其实会影响手感，就投球的力度的轻重会不太容易拿捏得准。我现在有点这个问题，所以今天其实投得特别不准。今天基本上我在上海的时候准了一些，现在基本上又不太行了，所以现在有点失去信心了，但是尽全力吧。我基本上近20天以来每天都碰球，每天都打球吧，除了生病的5天之外，因为生病的那5天，当然包括了我从上海飞多伦多的飞行时间也有1天的时间，所以除了那差不多4-5天没碰球之外，基本上每天都碰球，每天都有在锻炼，还是挺拼的。但是我上次也说，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刚好特别多的行程挤在一起了，有点遗憾，但是尽全力吧。我现在感觉很真实啊，因为我现在，你看我现在也在多伦多，然后人也在这儿了，然后时间也越来越临近了，就2天时间了啊，越来越有真实的感觉了，很兴奋。到这个时候，其实也许这个比赛的输赢啊，跟可能表现都不太重要了吧。这当然我会尽全力了，对，最主要是能够完成这个实现这个梦想，自己的这个 NBA 这个梦想，然后也能够，我觉得比赛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吧。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场娱乐性十足的，然后也能够有精彩的一些瞬间的一场比赛吧，尽力。对，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高跟各方面跟这个体格，估计也就是打个后卫吧，看是得分还是组织呗。我很意外，因为我哦哈还在这边，我很意外突然之间来，因为还是比较那个需要关心，我觉得，所以对一点点小的心愿我能够帮助到的话，我很乐意，特别感谢他们来看我打球，这种感觉很不一样，感觉好像我有了球迷一样。你看刚才还举着一个小牌子，看到没有，耶、yeah.就感觉好像像有球迷了一样，感觉不太一样，又多了一种身份吧，有这个歌迷，有影迷，又有球迷，我感觉特别开心。然后希望这个他们也看到我的努力，我真的尽全力在训练了。当然，这个比赛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毕竟我8年的时间没有怎么训练过篮球了，所以只能尽力了。